痛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你怎么那么烂？你怎么那么烂？啊！你怎么那么烂？Hello， 大家好 ，Skin Club 又来啦。Skin Club 呢，就是我们 CS2 的开箱网站，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呢，开箱许许多多 CS2 官方所有的 skin。那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箱子，然后也可以自由选择玩法。那它有许多玩法，例如说一般的开箱，或者是一些 battle， 甚至是升级系统。那它也提供了我们许多的不一样的储值的方式。信用卡、行动支付、Apple Pay、Google Pay， 还有 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等等，许许多多的这个储值的方式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在储值的时候呢，要记得输入我的代码，那你会获得更多的好运，好不好？因为已经有许多观众到我开台的时候来我的台回馈给我说，他有在这个 Skin Club 抽到一些很还不错的东西啊，刀子等等的。毕竟他有赞助许多 CS2 的战队，比如说我们的小蜜蜂，甚至是这个凯瑞根，好不好 ？Face， 这是一些一线的知名战队。提醒一下大家，我们的小活动是在我们的影片的下方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。那每个月呢，我会抽出一个小小的幸运儿，那送他一个 skin， 10枚左右，10枚以内，好不好？最高可能不会超过10枚。那我们就开始玩。基本上 Skin Club 就是每个月都会更新它的箱子，它会有一些主题，像这个箱子看起来应该是属于白色主题，就是都白白的。来个小刀刀、小套套、小手套，我都觉得 还不错啦。这十美的箱子感觉有点歪歪臭臭的哦。哎，又给我划走！在想他那个抽到5000多美的，是不是都抽这个就是单价最高的种？你看这个，我们抽这种80美的大奖，基本上都是6000美、5000美起跳的。好吧，我们也来小抽个几个试试看。抗问野兽，喂，不是吧？别人就5000美，我这个33块，太夸张了啦 ！Oh no， 这是什么？完了，最后一个，哎，果然我总不是那个幸运儿啊！我相信看影片的你们，应该有人会是幸运儿哦。通常我不是这么幸运啊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运气普通的人，但一定有很运气很好的、啊，例如说可能每两三个月就中一次200块的发票，我一年大概中了一次吧，最大概就一次。喂，不会吧？便宜的至少让我拼个回本吧，我刚全亏呢，80块的，所以我说不要太上头哦，一次80块哦，10次就多少钱了、啊？大家自己注意一下。再来。哇，都是这个 UMP， 吐了，这新箱子感觉臭的。你看它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主题，像这个就红色的，啊，抽上红色好了，幸运色红色。你们抽到这些，妈的，我都花9块抽你2块，那不是我纯亏钱吗？我的天哪！哎，手套，喂，可以，再一个，有抽到，过几雷，啊，完了，又要小亏了。小亏 ，OK， 这是他抽箱的模式啊。然后基本上我也蛮喜欢玩这个 battle 的，
battle 环节就是比看谁的物品比较贵啦，如果像这样我就赢了。而且 battle 的好处就是你花一点时间有可能赢到比较多一点，你可以找箱子越多的越好，就是你如果玩这个 battle 模式的话，像这个就有机会变回来。对啊，你看它一个就 1.6，这个就有机会赔回来，然后这样就一块，就两块了，这样就4块，但我输了，操，又输，但这个0.7的就很值得玩，然后又4个人，这个超爽，但是前提是你要赢，但你输了也不会到太吃亏了，因为0.7有哎、欸，它这个速度变快了、欸，这个。他这个跑马牧场的速度变快了，他好像有每天每个等级有每天的箱子啊，来看看，我都没有在开这个，就是你玩到你每天你每次储值，然后花钱花完之后呢，他给一些经验值之类的，然后就会有等级，然后最后呢还有他这个我最喜欢的模式啊，升级环节，但这个模式我自己是最近是疯狂失误。就是这个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倍数，然后我基本上都选60%，但你不一定要听我的，因为我很常输，我很常输，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听我的。像这样子，60%我都会输。一切都是运气问题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今天影片也差不多了。那我们 Skin Club 大大呢赞助我们这么多，我也想回馈给大家，所以就是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、留言，好吧？那每个月抽出一位幸运儿，大概抽个5枚左右到10枚，尽量我能抽多我就抽多了，就看我物品库有什么，好吧？不会给一些那种0.几的，不可能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